犯下罪行。但你梦境不需再回忆，这一切都是个骗局。有个声音叫人不得安宁，像他呼呼的那有你细致的付出的血迹，把宿命当作是使命，从前世的世界分离，是梦吗？艾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假装失忆啊？这么快就想推卸责任？我，你真坏！我和你。讨厌，别说了。难道是爽啊？老子总算不是处男了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我怎么没有印象？不对劲儿啊！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想到刚才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里面你扫了。这样一个二维码是吗？是梦吗？恭喜你赢得第一张卡牌，还有很多游戏规则等着你去探索哟。执行者，执行者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消灭执行者可以获得卡牌，被执行者抓到可就完蛋了。哎，这可不是梦啊，这东西推都推不出去，这手机不就等于废了吗？连个电话都打不出去，想联系艾佳也不可能了。他一定在担心我了。血色苍穹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向左还是向右？哼，左右有什么区别？随便吧。大牛，怎么了？周围你看到没有？刚才好像有个人。哎，那帮家伙吗？一个废物新人而已，不用管他。这地方咱们来过吧？让我瞅瞅。来过，前面拐过去就能看到九号楼了。哎，又绕圈了吗？哎，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鬼地方的地图啊？哎，还是先回去吧，再兜圈子
早晚会碰上那帮人的。嗯，好。哎，米兰，这些建筑物做一下记号吧。嗯。到处都是这些戴头套的疯子呀。再这么下去，不被砍死也要被逼疯了。这鬼地方就没有一个正常人吗？欢迎来到血色苍穹世界。嗨，他也不正常。血色苍穹，是什么玩意儿？又到了一天一次的找朋友时间。哎，哼，又来了。找朋友是吗？又到了一天一次的找朋友。除了雷震宇那帮疯子，也只有新人会上这种当了吧？是不是倍感寂寞？不如找个朋友吧。找朋友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不会又是什么陷阱吧？哎，都到这地步了，陷阱又能怎么样？请稍等，系统将自动为您匹配方圆3公里以内的朋友。这狗屁软件总算出来一个让人……朋友已经匹配，请务必在1小时内将朋友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鹏哥，没打中啊！我又没瞎，还用你说？纳闷儿了，这小娘们儿咋连子弹都躲得过？她手里的卡片生效了，应该是黑色朱雀锦。哎，刚才那是什么？狙击枪。米兰，你真牛啊，狙击枪你都能躲得过去。直觉罢了，你多经历几次九死一生也会有的。不说这个了，米兰，你能找到枪声的来源吗？他们在9号大楼上，你们先去2号大楼等我。哎，你要干嘛去？杀了他。能够躲过狙击枪的射杀，他手上一定有增强感知力的卡牌，或许还有增强速度的。这样的话，单凭这两个家伙想杀他，哼。不过看他们的样子，到现在还没发现卡牌的真正作用。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那是最好。真麻烦，两位大哥，你们先守在这儿，只要见到那个小贱人一伙儿的，不用留情，先杀了再说。大姐放心，今天不杀几个，弄他几十张卡，我们都对不起这狙击枪啊。这狙击枪可是昨天刚到手的宝贝，你们可一定要用它立大功才行哦。放心吧，有我在这儿的，除了雷老大外，谁的枪法比我强？下回那小妮子准跑不了。
上着老大宠他，还爬到老子头上。哎，鹏哥，他有啥本事啊？咱老大能看上他？雷老大也是，怎么就这么迷陆蝶这小娘们儿？哼，他可阴着呢。我看老大迟早要吃这女人的亏。哎，看什么看？雷老大的事儿是你能掺和的？不想活了，干活去！干活，干活。那帮贼老鼠怎么就没影了？要我找的，非得……鹏哥，鹏哥，咋了？哎，你瞅啊，楼顶上有俩人，一男一女。朋友已经匹配，请务必在一小时内将朋友击杀。这怎么会这样？刚才那是枪声吗？开玩笑的吧？这是什么感觉？心跳的好快，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一样。经计算，现在您和朋友的水平距离为零。啊？这个花盆是怎么回事？救命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楼上有人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到底从哪儿上去啊？哎，这楼建的！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是……有蒙面人在看我的朋友，快！快帮帮我！别慌，我来帮你。他们在天台。你说的蒙面人是那些戴着头套的疯子吗？是。啊，你先躲到我后面。啊？他就是你朋友吗？对，他死了吗？喂，醒醒，醒醒！怎么回事？看样子他死了很久了。啊，好奇怪，这是什么感觉？和刚才花盆掉下来的时候一样。菜鸟就是好骗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好朋友啊。常常想世界多么奇怪，我们要多愚笨存在，空洞的生活，空洞的无奈，重复着出生到说拜拜。你突然出现在我脑海，像宇宙转折接踵来，尝试不同玩笑安排，秘境从此打开，跟随梦想的未来，步步精彩。看太多
都是他最好的安排。菜鸟就是好骗。你竟然救我，坚持住啊。后悔吗？要是能重新选择，我就选择不为了一包纸巾扫那个二维码。后悔也没用了，我们当中必须有一个人要死。哎，你有下载腾讯动漫 APP 吗？没空，我最近在看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克伦理学。哎，我有原创作品在上面连载呢。那又怎样，又不帮你高考加分。腾讯动漫还给了我高额的稿费哦。哼，钱又买不来知识，俗气。我缺个助手，你要不要来搭把手啊？先帮我拍两张照，我要当绘画参考。麻烦，摆这种姿势，你到底画的是什么鬼作品？你有兴趣啦？并没有。哟，你有新漫画更新了。哎嘞，这是你的手机啊？我刚只是借来用用的。原来你，腾讯动漫，爱装逼的同学都在看。